在穷游新疆的路上，咱们现在进入了四川到贵州的大山里面，捡到了一个废弃的这个算废弃的景区吧，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废弃的城堡。大姐非常的满意，我也非常的满意，朋友们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们准备在这里待上2天，就是再去新疆，大姐可以吗？就在城堡这里吧，多住两天吧。多住2天。我喜欢这里，哎呀，我好也不喜好？欢。第一，这个城堡我很少见到，是很的。少见到。没想到在这个贵州的大山里面能遇到如此壮观的这个风，这个建筑啊，第一次，第一次。大姐很喜欢，我也喜欢。确实漂亮哎壮呀，观，真的。确实壮亮，漂亮壮观。对，我们我还可们以再在。野菜。对呀，这边有野菜，还有这边有那个，那些花香啊，特别好香的像，东西。有没有人？没有人打扰我们。关键是整个这个大山谷里面，一个人都没看到，一个人都看不到。我们每次都能遇到这么好的山谷啊，一路过来。哎呀，这是朋友我们，们呐，有好风景呐，过来呀！这是我们遇到最好的风景了，最好的山谷了。城堡啊，我叫现风在给景。大家航拍一下吧，你航航拍拍一吧，下。好。把无人机来航拍了，让大家看看。好。那大姐，就生活在这一里。千逛了一圈，累坏了，咱们过一会搬进去住那个房子。你这么着急吗？哎，着早急。一点进去住嘛，我们把东西铺好啊，把床铺好啊，把床铺好啊，晚上我们晚上就，就是睡的，我们做饭了今之天我后，们终于不住车了啊，哎呀，第一次不住车。我们今天就住在这个木房子里面，又不收费，免费的。其实这里现在是淡季，没人。到旺季的时候想住，估计住不了，住不了。我们的车就停在那里啊，朋友们，看，2辆车，和这个房子也近。哎，我感觉要出太阳了啊。手上有东西，对呀，哎这呀，个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我这样以后就，太适合你了，好香啊！哎呀，以后你香水都不用撒了。对呀，不用那个花露，比花露水香得多，这比花露水要香啊，是吧？以后你要买，住在这不用买香水，就用这个金银花，又可以喝，又可以金银花，又可以又可以放在房间里面。都可以，看，我还有这么多。可以洗澡香体的，可以洗澡香体的。
大姐给我摘的花。戴在头上。我也不是。这种花那天见过。我和大姐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四川到贵州的一个交界的大山里面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去采了花，然后捡到了废弃的别墅，然后这个景区的很大很大，没有看到一个人，属于咱们的了。我们准备在这里待几天，我过一会给大家航拍一下这里到底有多大，我们现在不知道，反正很大很大，很漂亮。做饭啦！看豆腐，我今天晚上吃一个豆腐。你吃什么，湖北大姐？我吃那个玉米，我就蒸两个玉米。好，行，我就那你们有煤气罐，我做完再给你蒸。啊，先你先准备那个。好的，那我就开始吃我的豆腐了。四川我们就开饭喽，我开始吃饭了。哎呀，今天啊，我看豆腐，哇塞，今天买了2块钱的豆腐，这太好吃了啊！哎呀，我就开始享用了我的大餐。哇，我煎的豆腐啊，太好吃，味道非常的哇塞，豆腐居家旅游必备菜。真有点大，放上这个挡风板，板子放上快一点。这是大姐炖的玉米。那上面，去那个里面去住是吧？对呀，被子往那里一抱。蚊子都没有，因为它是五层楼了。现在也没有蚊子，我们这里没有。五层楼了，它高度。我们那个上面估计上不去了，别人锁门了。如果能上，都去了。都去了。不会都去。吃完饭，准备休息了，朋友们，看大山里面，这个雾气弥漫了啊，犹如仙境一般。明天等雨停了之后，咱们去里面去逛一下啊！这里面不知道是有什么玩的，从来没有来过这里，就这个建筑让我非常的向往。这边还有一户人家来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人住。大姐的玉米，看，可以了吧？三分钟。这个开水倒给我洗碗，蛮好的。我洗碗洗锅。哎呦，好了，够了。好，吃吧。给你吃一个。不要了，谢谢，我吃饱了。